尊敬的魏老师、各位师兄师姐，我今天讲的就是长生学改变了我的人生。两年前我发生了很严重的意外，差一点没有命了。我回到澳洲，经过检查，全由头到下全部全身都是病，更严重的就是不列胆，有胆结和肿瘤之间，要我把胆割掉。很多 家长医生专科医院全部都要我把胆割掉，还叫我的家人，叫我的子女劝我把胆割掉，但是我不痛，第一个不痛，第二个都没有威胁的我的生命，我是不会割的。从去年、今年两年都掉，那个家庭医生都叫我把胆割掉，那个专科医生就发脾气啊，如果你不去医院割掉，你以后就不用来了。从去年下半年开始，我就一直去调整站。当时我调整站呢，每星期两天，星期二到星期和星期五，我把这两天当成我的去调整站，把这两天当成我就是工作的地方了。一直到现在一年多了，我都没有停下来。直到上个星期我再去检查，医生发现那个胆的肿瘤和射脊不见了。但医生问我是有没有把那个胆割掉啊，我说没有啊，他很惊讶，说我很正常。所以我非常感谢魏老师把长生学带来，使我重获新生。我上个星期医院检查过，各方面的指数非常好。去年的那个有生生的有十几个的，现在的很少，现在只有几个。希望大家师兄师姐的多去调整站，要帮到自己，要帮到人，
我讲的这么多了，谢谢。